火警鐘聲響起，城裏志願換救部隊奮集合在邊。十個決定去救火的少年，其中一位想起他小段，實在是微笑，報了名便算。另有別個勇敢的成員，又有個人說卻不肯向前，在理論裡處沒有一點。又有為了母親的勸勉，在這社會最怕走得太前，罷了罷了，便歸家和去救火的少年，来到这段落只得七秒，集合在一边。为了决定去救火的主意，其中三位中竟然反了，慢慢在开，这身不如见。尚有共四个稳健成员，又有个愿算却不肯向前，在理论里发灭火根烟。被撇下了这三位成员，没法去令这晚火不再燃，瞬息之间葬身于这个边。在这夜这晚火将燎原，但终于轮到这三位少年，在笑着怨，用处没有一点。在这夜这晚火将燎原，但终于轮到这三位少年，乱说乱说，越说